Hello AM 730嘅读者，大家好，我系黎英。咁我如果我想嘅话，我下一首我希望可以有啲靓仔喺度咯，因为靓仔呢、一个元素讲咗好耐啦，但系都仲未出现过喺我啲作品度。我最想要嘅系咩？伊人啊！伊人嗰啲级数嘅靓仔啊，点解仲未出现？我希望我下一首作品里面系有佢出现啊！系啊，集齐十二个就可以召唤神龙啦。我想咧就系讲真系好直接咁样讲靓仔咯，因为我本身系一个好中意靓仔嘅人嚟嘅，咁我就谂紧啊，究竟可唔可以作一首话我真系好中意靓仔啊，我见到佢哋我就心花怒放啊，即系呢一啲主题嘅，因为日本其实都有好多系呢一类好直接嘅，即系陪我一起玩嘅靓仔，我逼佢同我一起做好多唔同嘅事，姜涛做啲咩啊？可能佢教我跳舞咯，或者喂我食嘢咯，即系啲男友嘅女友嘅视觉啊。即係佢哋，我點樣對佢女朋友，我就要佢哋咁樣拒絕我做。我冇女朋友。啱啦，我就係一個模擬女朋友啦，請對我。咁啊 ，AK 咧 ？AK 啊，一樣啦。其實咁 sweet 嘅嘢，佢哋任何一個人都要輪流對住我做咯。我覺得就係、係啦，對住我即係可能喂下我食甜品啊，跟住之後拖下我隻手啊，周圍轉下圈啊咁樣。即係 AK 就應該甜品。是啦是啦，全部都我真的很疯狂的，其实个 idea 我现在都透露不到太多咯，但我都要再度一度咯。如果真的有一班靓仔可以陪我玩的话，那我想我不会白白浪费这个机会。其实呢跟他们的合作呢是我一直都梦寐以求的，即是一直都希望跟大家合作啦，即除了即如果当然十二只可以参与我的 MV 就一定最好啦，但如果大家即他们的 MV 需要女主角的话呢，都欢迎他们来找我的。咁同 AK 呢唱日文歌呢就不嬲都有这个计划。其实我们都即怎么说好呢，我们已经有这个计划了，希望 到时等大家得闲啲嘅时候呢就开始去。咁我又冇吐氣揚眉嘅感覺嘅，即係我唔會覺得，哼，好彩嗰陣時冇入演藝嘅，即係我又唔會有呢啲諗法嘅。但係我覺得，其實呢次即係呢一個失敗嘅經歷，其實俾咗我一個更強嘅心臟，或者去面對一啲挫折咯。即係我都多謝嗰陣時其實有呢一個經歷嘅，因為如果佢冇呢一個失敗嘅話，其實我就唔會真係有呢一個動力去要提升自己啊，要更加好啊咁樣。所以是咯，就是那個過程就很好彩遇到情人婦啦，跟住就帶咗入小説劇啦，跟住到而家咁樣。咁所以我都覺得是開心嘅，即係我係感激呢一切嘅。其實屋企人就真係冇話反對嘅。不過如果講話早期嘅話，可能佢哋唔係好清楚我做緊啲乜嘢啊，跟住然之後又成日啲工作的時間很長，所以他們才會擔心。其實到現在他們都很支持我，雖然他們沒有說出來說、加油啊阿妹這樣類似這些，但是其實他沒有反對我就當他支持了，而且甚至現在有個人音樂會，他們是會我媽媽會叫他的朋友一起買飛看啊，所以我都挺感動。我覺得平時我在小說劇嗰度搞笑嘅形象已經好出啦，咁佢哋會唔會想睇其他，即係我另外一面呢？咁不過我呢幾年音樂路我都證實咗呢一樣嘢，就係大家其實唔係淨係想睇你搞笑咁簡單咯，即係可能想了解一下啊你嘅心路歷程係點樣咧，你自己有啲咩諗法咧？即係呢一樣嘢，我覺得佢哋都會好想知咯。所以呢個音樂會係即係一個好好嘅機會，可以同佢哋更加有一個激烈嘅交流。Martin 其實就是我第一支賺錢買回來的吉他的，那當時就在琴行，我會形容這個叫做轉角遇到我，因為它就真的剛剛好在轉角位，我看到它的時候簡直是雙眼發光，因為它就是 exactly 我想要的吉他，因為我生矮啦，所以太大支的吉他是不適合我的，它的尺寸是比較小的 mini 的，還有我又有點外協，就是它的木的顏色又很漂亮的，同埋啲音色都係我想要嘅，咁所以嗰陣時基本上係第一眼就已經中意咗佢咯，之後我就好快咁買咗佢翻屋企啦。因為咧，
今次我音樂會的主題都是 first impression 啦。咁因為我第一次，即係如果好耐好耐，即係 follow 咗我好耐嘅觀眾咧，就知道我好耐之前其實都是一個自彈自唱，即係拍 cover 擺上網的一個女仔。咁所以今次都想 show 翻我呢一個，即係呢一面俾大家睇咯。所以我主要如果真係玩樂器嘅話咧，我都係會用翻吉他嘅。咁有新眾要求嘅話，我可以show 下我其他技能嘅，例如我啲三角零演奏級啊、響板啊、演奏級嗰啲我都可以。而家咧都開始緊啊，積極籌備緊啦。因為我最擔心嘅咧，其實唔算係歌啦，反而係體能咯。因為即係自己比較瘦啦，有時力就唔係好夠，所以而家就即係都努力去打拳啊，跟住跑步啊、練氣啊嚇咁樣。總之有啲咩運動都去做下咁樣啦。跟住係咯，即係每日都會練翻首歌咯，同埋吉他啦。希望真係可以俾大家 enjoy 到呢一場 show。另外就是有冇新歌呢？咁啊，咁梗係有啦。我只能講呢一個係我寫俾就是、一路支持我嘅人嘅一首歌，表達我嘅謝意嘅。希望到時你哋中意咯。我嘅首個個人音樂會 Move Live 麗英而家門票咧已經發售緊嘅啦。咁希望大家我哋12月5日喺麥花臣見啦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